猫熊元仔九岁生日，现场及线上粉丝帮忙庆生，水果蛋糕好大颗，没想到元仔一个转头。民众同声哀嚎恳求，怎么连蛋糕一口都没动？女明星转了个圈，回头给民众手机一个交代。不过比起美味蛋糕，没想到瞌睡虫来得更快。啊！真的睡觉？真的？干坐了。他应该回去跟他爸说，今天只能看到屁股。五岁生日我就来了，没有参加。一早打哈欠，懒洋洋，让粉丝好失望。但不是他大牌任性，元芳赶紧解说，是内分泌关系。有去蛋糕上面巡视了一下，然后就上七家休息，这是一个假孕的一个现象。冰块水果蛋糕都已经放到流水，元仔还是不为所动。假孕期让他食欲及活动量都受影响，但什么时候可以真怀孕？元芳也在努力。团团跟圆圆这两只大成年的一个大猫熊嘛，那团团是他的爸爸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做近亲交配。那我们跟大陆这边也在经由这个一个繁殖委员会这边来看一个谱系，看最适合的一个个体大概是哪一个个体会去筛选。元仔女性魅力，无奈现阶段只有民众接收他的电力。九岁生日，尽管吃不下，但在满满的祝福包围，也睡得安稳开心。三十五王春伟、刘文山、梁安宝台北报道。